这边的代码安装完呢，会进入它的虚拟环境。那你只要将执行的代码贴上去，它就会自己跑了。这边一样可以用英文写入特征，然后模组这些排程的功能。那我示范一个图案，用群友现有的条件去绘图。那你每个 seed 用的不一样，都会画的不一样。第一次跑时，它会去下载那个模组，所以会跑比较久。但后面绘一张图，应该20秒内都可以绘出来。现在会出来第一张图了，那我们再会第二张，换一个代码。好，这是第二张。啊，因为有漏点，所以我这边就码掉了。那以上是这个 Node AI 的简单介绍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加入他们的 DC 群，官方 DC 群，里面会分享一些图片，然后还有一些讨论这样子。那谢谢大家。